人吃饭。别逗吧，别逗了。煎饼还能火，两位嘉宾口福不浅，吃的东西，加州饼干，不仅南北小吃尽可多宜，更有精彩节目助兴佐餐。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美味，为了付账，二人各有高招。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我爱满堂彩》。新一期的我爱满堂彩，你看看这一屋子灿烂的笑脸，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演员孙涛。大家好。愚公移山的那个人江涛。大家好。哎呦，我觉得你们俩来了，大家高兴我也高兴。真的吗？这一期的主题你知道吗？什么？请您吃饭。哎呀，谁就愿意吃这人品，这瞧瞧。对呀，真棒。但是别着急啊，按朱迅老师的说话习惯，后边还有两个但是呢。啊，但是你看，但是啊，曲艺类节目嘛，啊，你不上台给大家来一段什么正反话反正话什么的，你以为大家会放过你吗？朱迅是不是？朱迅，这我第一次尝试。朱迅没问题啊，没问题，反正话是我们两个人的强项。真的吗？反正话，咱们先从人名开始吧。我是江涛。我是涛江。我是孙涛。我是涛孙。这名好。我是月季花。我是花月季。我是牡丹花。我是花牡丹。我是芍药花。我是花芍药。我是狗尾巴花。花尾巴狗。什么呀这是？这吃顿饭这么逊？这是太不像话了。哎，对，我们嘉宾来了以后就这样折磨我们吗？不，不就吃顿饭吗？对呀，一定要吃饭了。对，要吃饭。但是，但是先上节目后上菜，有请各位演员。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满堂彩，好朋友们掌声这么激烈啊，掌声这么激烈，我也没什么祝愿全场的朋友，给我鼓掌的都能长命百岁，行不行？好朋友，给好朋友带来什么礼物？就带来自己的绝活。老师，我会翻跟头你信吗？不信啊，我这没翻跟头不必要去要太多的掌声，你翻完自然而然掌声就上来了，是吗朋友？啊，行不行？如果掌声激烈我还能翻两下，信吗？我在空中把两条腿劈开，你们信不信？愿不愿意看？愿意看，给我鼓鼓掌来。来不来？给我拿凳子来，老师给我拿凳子。接下来给好朋友来点小绝活，鼓鼓掌来。增加难度，来。走了，还行吗，朋友？一、三，走了。谢谢，我这还有人呢。我太坏了，不告我一声呢，我都把我的人忘了。今天我们导演辛苦配一个，长得老好看了，大个儿，像朱迅姐似的，老好看了。给我鼓鼓掌，有请搭档登场。
我给好朋友带来这么多绝活，你会啥呀？真是不是吹，老妹儿真是没有绝活，但是我有花活。如果说掌声激烈，你们愿意看，我给你们来一段。两个注意啊，俩手玩啊，掌声鼓励三位朋友，不错了，不错，这回我看哪个老爷们还敢惹你。行啊，这回咱俩玩一玩了，说一唱，说一说了，跳一跳了、啊、这回好不给好不来到二人转，扭起来啊，谢谢，太牛了，一般小牛，我是说带来东西太牛了。必须干嘛？我误会了。必须从东北带来的吗？东北带来的，是吧？东北带来的，对。我们刚才这个牛皮已经吹出去了啊，跟我们的嘉宾。吹什么了？说每一组上台表演的我们的演员都会带来自己家乡的美食，这是咱东北带回来的美食，是吧？是的。这是我自己家包的那种。自己家包的？对对。来，让好朋友看看呗。哎呀，豆包，粘豆包哦，粘豆包，粘豆包、啊，粘豆包。对，哎，这是不是咱春节过年的时候吃的粘豆包啊？对，这个一般都只有冬天才能吃到。冬天才能吃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的家庭不一样，有没冰箱了，冬那时候可以包完，吃不了可以拿外头冻上，这是在东北很那个很传统的一件事。啊、哦，我放在缸里面或者放外面吧。放缸里啊，腌菜啊，冻硬了之后，它就是已经就是碰着灰，它也不埋去了，就是根本碰不上灰了。哦，这冻硬邦邦的呀。啊，想吃的时候直接搁锅里一溜就行了，蒸一下。这其实跟咱们山东是一样的。山东怎么？我们山东就是，你看它这外面是黄米，对吧？啊、叫黄黏米。啊，有的是糯米。对，这个必须要品尝一下的。我没吃过。你没吃过？你先来。这一次你让着哥了哈。来来来，是吧？火。来，这我还没用呢。嗯，你尝尝。怎么样？好吃，好吃的很，好吃的很。这个黄米啊，一定要蘸红糖才出那个味儿。真的？对。我都觉得，这个粘豆包根本就不用蘸糖。你们俩怎么还没吃完呢？这豆沙太甜了。你都吃完了？没有了。你俩怎么还没吃完呢？一豆包你就给吃完了，什么叫这么大一个豆包，这么点一个豆包怎么还能吃完了，这一高兴还不得吃个七八个。哎，你看看今天啊，咱从东北带了这仨粘豆包，大家都那么开心、嗯、自己家包过年的时候吃，冬天是干粮，哎呀，我们也记住粘豆包的好了，蘸红糖吃啊，女孩得蘸红糖吃，可香了。哎，你没什么东西要留给我吗？有一个什么是吧，明白，我懂的。很好的一个东西啊，我懂的，中央电视台啊，中央电视台。哦、是什么东西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哦，好的。好吧，哎，谢谢两位非常出色的二人转演员，不仅带来精彩的节目，还带了美食啊，地方美食让咱们品尝，特别好。那接下来咱去哪儿啊？北京转一圈，必须得拿北京的美食招待一下大家。先听听这一段吧。女士，您不能再吃了。干嘛呀？干嘛呀？我这刚吃怎么了？干嘛你们这店大欺客呀？不是，我们这儿啊有规。规什么规呀？我吃乌龟了吗？没说您吃乌龟。我根本就不吃。我们这儿有规定。什么规定啊？我们这儿不让您吃上桌客人吃剩的菜。真扫兴！收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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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了。喂喂，
琳达，我今儿真过不去，我今儿下午相亲，不是，我今儿下午有事儿，啊，我今儿下午我得去趟医院。嗨，这不昨天嘛，我这脚啊，让鸭子给踩了一脚，都肿了。那要不咱明后天行吗，琳达？得嘞，谢谢您，哎，赶紧，哎，好嘞，赶紧挂了吧，我这都晚了，这都，估计就是这位。哎，你好，姑娘。你好，您就是二秃子吧？我说你瞎呀？你看不见我这乌黑的秀发呀？咚咚。不是，我有点紧张，姑娘。那您就是二秃子大哥介绍的那个姑娘吧？讨厌。对，我就是那个姑娘。哼。我就有点恶心，我跟您说吧，那个来坐吧，坐吧。这位壮汉不是那个，这位姑娘，那个二秃子大哥不说今天要来吗？别提他了。怎么了？我表哥出车祸了。哟，怎么回事啊？骑摩托车撞树上了，把头给磕了。又没戴头盔？戴了。那戴头盔怎么回事啊？这不现在夏天吗？骑个摩托车戴一头盔，回头看姑娘，怼树上了。他也是的，就看两眼就把头回过来吧。头回过来了啊，那头盔没转过来，合着给捂里边了。哎，他不是秃子吗？那头盔太滑了。好了，我们不聊这些开心的事情了。这事儿是开心的事儿啊。我们互相的介绍一下好吗？因为我好像忘了你叫您贵姓啊？免贵姓郭。免先生你好。这位还没文化。嗯，我姓郭，叫郭阳。哦，郭郎啊。怎么耳朵还不好使？郭阳。哦，郭阳。哎，对、哦、你好。你呢，姑娘？我姓韩。哦，姓韩。哎，名字是一个早晨的晨字。哦，韩晨。哎，韩晨啊。没有关系，你要是叫不惯的话，你可以叫我的小名。小名行，小名。铁锤。听着有没有特别萌啊？啊，是，姑娘，你这俩名字都够横的。谢谢。啊，我们点点吃的好吗？我有点饿了。啊，点吃的可以啊。好吗？哎呀，服务员。哎，铁锤。啊，这是西餐厅，最好呀，用英文。对不起，都给忘了。Taxi。再怼死你！哎，我来。Waiter，来，给这位女士。哎，你平时都喜欢吃什么呀？嗨，我西餐什么都行，我对这个不是特别感兴趣，我主要喜欢吃火锅。哟，你也喜欢吃火锅啊？啊，哎呦，我可喜欢吃火锅！你们这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也可喜欢吃火锅了。是吗？那是啊。哎，我问问你啊，啊，你是喜欢吃锅盖啊，还是锅炭呢？不是，姑娘，你老这么聊天有朋友吗？你这么聊天，不是，我发现你这人怎么一点都不幽默。是，我跟你开个玩笑不成吗？我不懂笑话，真是的。哎呀，这个西餐厅这个菜还真是不便宜呀。没事，你点你的，我请客。那多不好意思。没关系。好的。嗯，行了，意大利面。哦，您就点一份意大利面是吗？不是，就意大利面不要，剩下全要。嗯，不是，姑娘，你这么能吃呢？吃不了打包嘛。行。哎，我问问你啊，姑娘。哎，这个你对今后你老公的这个收入上有什么要求吗？其实没有什么要求。哦，啊，我觉得这个无所谓。只要两个人过得开心就好。是吗？当然了，如果我的另一半要像马云这么有钱，那就更好了。那是，谁不喜欢钱呢？是不是？你看人家一张嘴几个亿、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多有钱呢。是，说实话，这么多钱啊，我也就是给我姥爷上坟的时候见过。不是那个铁锤，那你姥爷现在应该比他有钱，真的。我就跟你说，我不是特别的在乎钱。那你不在乎钱，你是什么工作呀？我是一名瑜伽教练。什么？瑜伽教练？练瑜伽的？对呀，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你知道吗？啊，见人健身，一健到底。哎，那你给我
给我来两个，我教我两个动作，我回去教我妈去。好啊，好不好？没有问题啊。啊，但是我感觉你可能做不来。为什么呀？因为你不够柔软。什么玩意儿？你不够柔软。不是，要不你把你嘴里那假牙先扶正了，好不好？你说什么呢？就是你不够柔软呢、啊。嗨，我又不是专业的，你教我两个动作，回去回找。教你两个经典的好吗？好好好，第一个动作。这是第一个动作。啊、好好，第二个动作。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不是姑娘，你就没考虑考虑，你换一个工作合不合适？不是我妈都60了，天天我妈在家干这个。来来，先坐下。啊，是是是，这个不合适、啊。其实我也考虑过换个工作啊，因为我们那个健身房马上就要倒闭了。是吗？有你就得倒闭。怎么说呢？啊，那干嘛非选择瑜伽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我的梦想不是当一名瑜伽教练。我说的呢，我想当一名警察。那这个梦想挺好的呀，警察。对。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警校，那怎么没考上啊？差600多分。不是，那你这个，你这连警犬的分数线都到不了，知道吗？不是，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可不是。哎，我跟你说啊，我有时候我就想啊啊，你说我要考上警校以后，我觉得我绝对是警校里边的校花。哦，校花是你现在不也是花吗？对，哎，你觉得我长得特像一人，你发现没有？像。你还别说，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嗯、你长得还真像我认识的一个人，追女孩的小把戏，是不是想说我像你的前女友啊？不是，我觉得你长得像我大姑。不是，我跟你说，我发现跟你聊天不是。哎，你看，你过来，你看啊，你看什么呀？你看一酒窝呀。不是，你这假牙又掉了，怎么着？什么酒窝？就酒窝，酒窝啊！哦，美人窝。对，美人窝。我跟你说，哎啊，中央台有一主持人叫朱迅，你知道吗？他也有一酒窝啊，跟我这酒窝的位置一模一样。不是，你听我说，人家那个叫酒窝啊，你这叫坑。我发现我跟你真的没有共同语言、哎、真的没有法聊了。不是不是不是，开玩笑。哎，不是，咱聊点别的。你平时有没有什么爱好？铁锤有啊。哦，我喜欢游泳。游泳？对呀、啊、那咱俩可以比试比试。是吗？我当然我游不快啊，我就会蛙泳。那你不如我。是是是，看我会的可多了啊。你像什么这个蛙泳啊，对吧？仰泳、自由泳、蝶泳，这我都会。是，那你游的一定很快。嗯，还可以吧。啊，但是我没有我们教练游的快。哦，教练游的快？对啊。那快到什么程度呢？嗯，怎么说呢，反正他那泳裤追不上他。那估计是没系紧，我估计是哈。你除了游泳还有没有别的爱好？旅游啊。旅游？旅游啊。而且我特别喜欢自驾游。你像我们这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啊，特别的喜欢旅游，自己开车。对啊。都去哪儿啊？北京？故宫、圆明园、长城。就在北京溜达呀，合着。其实我跟你说啊，我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哟，现在这看书的姑娘可不多。那没有办法啊，这可能是我从小这个生活环境吧。是吗？我家里是农村的。哦，爸妈都是种地的。有时候我一边学习还得一边帮妈妈干活。哦，我记得有一次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我还得跟妈妈一起去浇庄稼。嗯，不，不是，韩小姐，我问问你啊。嗯嗯，外边都下着瓢泼大雨了，你还浇什么庄稼呀？那不老天爷都帮你们浇了吗？这个你不懂，你不是农村人，你没有生活。哦，怎么了？不是，要不这么着，姑娘，咱还是聊聊你喜欢看什么书吧，好不好？好啊。我特喜欢看这个三国。三国呀？对呀、啊，三国。你这姑娘爱看三国？对呀、啊，而且我跟你说，我特喜欢看这个这个桃园结义这一章。哦，
多好啊！那是乔峰段誉虚竹，不是这仨人，仨地下一头攮地，不是这仨人。乔峰干嘛呀？你说你那头型像乔峰倒是真的，还一头攮地上在磕死，那是刘备、关羽、张飞呀、啊？怎么了你？啊，对对对对，记串了，刘备、关羽、张飞，对，多好啊！嗯，仨哥们弟兄一头攮地上，然后对天盟誓，发誓。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那就散了吧，我说那就什么都不求上这嘛去了。哥们弟兄多好、啊、是是是。哎，你知道吗？刘关张这三个人里边，我最喜欢谁？谁？诸葛亮。不是，这天聊得真累，我跟您说吧。怎么了？怎么了？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诸葛亮吗？啊，为什么呀？诸葛亮太忠诚了。怎么了？为了让刘备 啊长生不老，他能带着100单八将在大观园门口等着唐僧经过。哎，你说，不是你先起来。哎，怎么了？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啊，各位啊！我跟你说，哎，姑娘，我特别想问问你啊，你到底什么学历？你这老说黑话，这想套我的词儿啊？啊，不是你什么想套我的？我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是小学毕业。哎，你什么学历呀、啊？我那你跟我比，我研究生毕业。研究生啊？啊，我研究哲，嗨，我跟他说，我研究哲理的，跟你说你也不知道。哲理呀、啊？啊，这太深奥了。哲理，我觉得我第一次接触哲理这个词还是在春晚上。春晚上有哲理吗？有啊。啊。这里的山路18弯，这里的水路9连环，这里的山歌排队排，这里的山歌串对串，耶！高音，耶耶耶耶！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跟你说啊，哎，我说你别走啊，哎，我说留个电话嘞，哎，你回来。哎呦，这两位太绝了！带来什么好吃的？北京人，来给介绍一下，我们带来北京的小吃。嚯，芸豆卷儿！哎呦喂、哎，芸豆卷听说过，嗯，哎，怎么样？还真好看啊！哎，这是用芸豆做的，中间是豆沙。哎，我小时候爱吃糖耳朵，特别甜应该。哦，北京丫头一般都离不开糖耳朵、蜜三刀。糖耳朵，对吧？啊，蜜三刀，蜜三刀，小时候我们也吃。比这个要黏。哎，你们尝出来了吗？有芸豆的香气，怎么样，哥哥吃的？熏熏的，它真的有质感，好吃吗？芸豆那个豆豉，芸豆的豆沙，嗯，而且它用的这个豆沙啊，底是特别绵、特别细的那种。对，兄弟，别光顾着吃，怎么样？怎么样？你又吃下去一个，这东西可不能贪嘴。老北京都爱吃，对对，那个羊肚，那个肚就是白的。白涮一下，你吃过吗？啊，爆肚，爆爆爆爆爆爆爆，多好吃啊！好吃啊！我们一般烤是烤了双白才能吃的那个。你可，我跟你说，江涛，这你可真不知道。你上瘾，那我吃过两回啊。上瘾。关键是那佐料，如果佐料好的话，非常棒。我跟你说实在，那好就好的那佐料。今天呀，我给你提点意见啊，我给咱们满堂彩提点意见，就稍微呀简单了一点。其实北京的小吃有很多，真的。哎，对对，比如说北京烤鸭。对吧，那是小吃吗，兄弟？我再玩那个大吃，他是饿了，他是饿了。比如说涮羊肉、火锅嘛，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把火锅上来，对吧？把烤鸭上来，那是过瘾，对不对？啊，这是吃的感觉不一样。完了，观众朋友们一啊，都要尝一尝，这个我觉得是大气的。哎呦，你还没吃够是不是？那你这样吧，我们组里真有一个体验团，嗯。就在外面体验吃什么好吃哦，特别有一个叫艾丽的女孩，哇，哦、你别看她瘦，特别能吃。哦、到底说谁呢？她去吃了什么？来，走着，看一起看一看。哎，你好，姑娘。哎，你好。您是要跟我学摊煎饼吗？对对对对，今天这是我的任务。哦，好的，我叫周大力，我的工作是摊煎饼。很高兴能今天教你摊煎饼啊，很高兴。我一定好好跟您学习。谢谢。我先给您做一个示范吧。好的。首先呢，你要擦一擦锅，这第一步就是转。转。不要往前摁。快。第三步就是刷酱。刷酱。一定记得刷的均匀。这个是咸的，要少刷一点。翻过来 ，OK。
这就完了。对，这就做了一个。刚才我教你那个动作要领，你都看了，能掌握了吗？行，没问题。行，那 OK， 那咱们就试一下。好吧，第一步我们先擦一下锅。先擦锅。两勺面。对，错了。这个要放低，这边放低。对。为什么我转出来会是这个样子？这边放低。别着急，这个失败了啊。又留下来。留下来啊！哎，不错，这你第一张做的很不错。哎，第一个，两个，这芝麻和瓜子。哦。烫了。哎，不错。哎。现在因为你的技术已经练熟了，你可以对外卖给顾客了啊！真的？对，可以卖给顾客。真好玩！这都糊了都。对，那怎么还？还教着做，我是徒弟。对，这是我的徒弟。对，今天第一天学摊煎饼。不要紧张啊，徒弟，给他拿出你的最高水平、啊。行，没有不行的。左边要辣椒，右边蒜酱的。您抓紧点，刚才上一个我等半天了。是吗？啊，那行，那就这个快点。你能把那个鸡蛋再给我摊一下？快点。啊，没事。中间都没面了。没事，往这边来。这还没有呢。哎，好的。那边啊，你不是要薄一点吗？对呀、啊，这个挺薄的。我当年跟我师傅学摊煎饼的时候啊，然后我师傅就是我做坏一个煎饼，他给我留起来。嗯。到最后给我弄了一堆煎饼。嗯。我师傅说呢，就是粮食是不可以浪费的。对。所以呢，就是你做坏的这些煎饼，所有的这些煎饼，你要把它吃完，你要吃。那姐姐我就走了啊！啊，走之前我得把这个交给您。好的，这事儿就托付给你。至关重要，谢谢美食，走了姐，谢谢好节目。你看这丫头这馋样，像话吗？哎呀，哈，这好！哎呦喂，都是我做的，你做的？对呀、啊，你做的不是糊了吗？糊了的那天我全吃了，今儿是我现做的。你现做的？对呀、啊。哎呦喂，两位山东人，看见煎饼还能活吗？真是。来，这里头有，哎呦喂，这里头有什么呀？有鸡蛋。您先来。有那个豆腐乳。嗯。哎呦喂。里面还有大葱是吧？有小葱。有小葱。嗯。山东人对煎饼是特别有情感，是吧？我们山东煎饼呢，从小就吃啊。兄弟，你说点什么？您先说句话去。你说不说话呀？光吃啊？您就不吃了。咱仨不是聊得挺好的吗？咱仨接着聊。哎，你这这么大一煎饼，你这就没了，大半个都没了。评论一下呀！人家辛辛苦苦做的，你觉得怎么样？辛苦。他很考究。放了那个瓜子仁了，嗯，啊，瓜子仁，这不还没吃出来？你看，有，你看，看见了吗？哎呦，真的耶！那当然了，还是要放的可多了吧？我光看到你放了瓜子仁了，嗯，对吧？黑芝麻，黑芝麻，对吧？而且呢，你鸡蛋摊的还挺匀，是。你看，我跟你说，吃，这要会吃，得会品着吃。你们刚才咔咔一弹，都光吃，我是一边吃一边在品。哎呦我的天哪！朱迅，有汤什么的没有？来，吃的挺全。大花汤，赶快下去做一个。有，我下去做一个蛋花汤。没问题。咪妈妈妈妈妈，换大米了！哎，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呀？这看不出来啊，换大米的。啊，换大米的，是这样啊，这里呢是歌舞团。哦。你要换大米呢，你离我远一点，好吗？不要影响到我练声 ，OK？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哎，你歌舞团，你这你喝西北风，你就不吃大米了？跟人说话真不招人爱听。哎，换大米了，换大米啊，换大米，换大米了，换大米，东北大米，哎，新手的大米，就换。
说了，这是歌舞团，好吧？歌舞团呢？你影响到我练声了，懂不懂？你咪咪你的，你妈妈你的，我搁这我换我大米，我碍你啥事了？你换你的大米我不管，但你影响到我练声了，你知道吗？你的吧，我看我的，你别吵了，影响你的，一边去啊！你过来，这真有意思。我跟你说啊，团长，团长，今天晚上的演出，你的节目要换。嗯，换什么呀？红高粱。不是团长，你知道咱学的是专业的美声。我知道啊，但是人观众说了，他们要听通俗的。你要来不了，这最后这压轴的节目，我可换人了啊！你别，我可以试试。来，你试试啊，我试试啊。来，预备，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那个，停一下啊，你这个感觉不对呀、啊，你不能是那样美声那样往上走，你得是通俗的，知道吗？我，哎呀，我再试试啊。再来啊，预备，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头。你这感觉怎么回事？还是不对呀、啊？换大米了！换大米的，那边换去。这讨厌！边上了吗？再来一次。想一下，你想一下。你把那破脸盆给我拿过来。啊，这个。对，你把那拿过来。哎，团长。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啊，你注意听啊，找一下感觉。嗯嗯嗯，听好了啊！啊，明白了吗？我明白了，团长，你这是想让我往破了唱。对了，就是这个意思。要不要再来一下？你再来一下，我听听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莫回呀！不行，团长，我来不了这个。怎么那么笨呢你？哎呦我！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换大呀米！多讨厌啊这个人！哎，换大米的。你要换大米啊？啊，不是你刚才那段能再来一遍吗？哎，这有啥呀？俺就是农村人家嗓门大，别吓着你就行。哎，没事，你来一遍。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换大呀米！噪音。太好了，太好了。咱们不要大米啊，咱们那个红高粱。不行，大姐，今天没带高粱米，就带大米。你要高粱米，下回你得提前说。不是那个米 啊，就是刚才他唱那个红高粱。你会吗？哎，你再来一遍。啊，你说刚才他唱那个？对。那我可不行，我也没专业学过，像人家专业学什么叨叨叨咪咪的玩意儿，咱整不了。没事，你过来，啊、你过来啊，你过来。嗦嗦咪瑞嗦咪瑞瑞拉哆那嗦，唱。嗦嗦嗦咪咪咪西咪西嗦西咪，不要紧，我们唱词儿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再来，接着唱。换大米，换大呀米！这行啊，就要这个感觉。接着往下再来，往下啥词啊？啥词啊？通天大道9999，什么都不会，你真的讨厌。通天的大道9999啊，换大米，换大呀米。今天晚上压轴的节目就是你了啊！啊，就是你了。啥玩意儿就压轴啊？演出？不行，我还有大米没换完呢。哦，那个放心，那个我包了。啊、真的？嗯，不光你的大米我全要了，我还给你演出费。啥玩意儿？嗯，首场演出吧，这晚上。啊？100。多少？200。啥？300。再加50。哎呀，团长啊，那不是这，
哎呀，这文艺工作真好啊！太好了，行，咱就这么定了啊！行，我把大米收拾收拾、哎，没问题、啊，就这么定了啊！不是，团长，你这样做就很不道德。不是这个，明明是我压轴，你把他整台上算怎么回事？他多吓人！我刚才不是问了你吗？你只能美声啊，你不能通俗啊！我学美声，可是我通俗也可以唱啊！你可以唱，你来一段啊！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你快回来，生命因你而精彩。不错呀，一样吗？早说你能来，我就不叫他了。还是你啊，还是你，团长。我回去收拾大米功夫，你俩搁这玩啥呢？这是、啊，没有，他是我们团的嘛，我得要照顾他的情绪，对吗？不是，刚才你照顾他情绪，咱俩都定好了，你照顾他，谁照顾我呀？不是，关键他唱这个你也不会呀、啊，你说呢？他唱啥我不会呀、啊？他唱那玩意儿啊？他唱的你都能来？我咋就不能来呢？我来的你就来不了，你还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咱就现场咱就来一个，这试试呗，对不对？你还不信啊？行，听好了啊！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把你埋在泥土之中。哦哦啊！千年以后，繁花落幕。我还在风雨之中为你守候啊，千年以后，千年以后啊，繁花落幕，繁花落幕啊，我还在风雨之中为你守候啊。你也会啊，我都多少年不唱了，让你勾回来了，那还等啥呀，等你。这个谁给收一下，肯定得托付给我 啊！行啊，行啊，行啊，来吧，我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意思我懂啊。没事没事，吃你们的，吃、那香吧，香吧。哎，我发现每个人都给你个信封啊。啊，你是这个意思啊？你是怎么回事？你们每个人怎么都给？对，你猜呀、啊，这都给你先吃着。哎，一边吃着一边看这个节目，来欣赏一段小品《积分》，有请。哎呀，现如今这无公害蔬菜很抢手，价格蹭蹭往高走，勤劳致富日子甜，每天就俩字儿，数钱。当家的。哎呀，当家的。你这干啥呀？打劫造纸厂啊。哎呀，今天商场搞活动，这些呀都是积分白送我的礼品。你都买啥了？我呀，买的是化妆品，美白的，抗皱的，反正不是代购的。我说媳妇儿啊，以后这种活动咱尽量少参加。为啥呀？你说今天送你纸巾你收下了，万一明天他要送你个爷们呢？正好，我立马改嫁。我也是这么想的。你再说一遍。不是，哎，开玩笑。你个老太头。哎，别闹。你个老太头。别闹。我打你。哎呀。哎呀，出事儿！范经理来了，大嫂啊！哎，我大哥又淘气了，是，一点儿不省心，打疼你了吧？没事，幸好你扔的是手指，你要扔个手雷，我当场报废。真幽默你！哎呀，菜
菜价又涨了。哎呀，范经理呀、这十里八村的呀，数咱们家涨得最少了。没错，我跟你说，别人家都涨3块2块，我家才涨1块。是，大哥，你想啊，你这菜价一涨，我这盒饭成本也跟着涨，我那利润不就减少吗？那个范经理啊，你可是咱盒饭界的大经销商啊，首席执行官。不敢当，是不是？你可堪称为盒饭界的大手、大腕、大盘、大脑袋、大口，差远了。你说你这么大手能差那点钱吗？能差这点钱吗？不能够啊。那对呗，不是，这钱我是不差啊。不，你，你说你这大蒜它也不是菜，它也跟着涨价啊。我家这大蒜可不一样啊。它是2022年冬奥会指定的配菜。啥？配料。对。我看你这也不是配菜，也不是配料。你俩是要给我配药啊？不是。蔡大哥，蔡大哥。来人了。那个，买菜啊，批菜。大客户。哎呀，那您贵姓啊？叫我小刘就行，大哥。那个小刘啊，那个今天菜价涨了。没事，大嫂，该多少钱呢就多少钱。呀，不是，你看看人家。不，我说大个子啊，你头回买菜吧？是啊。不，你新手吧，我得教教你，你得学会砍价。不用砍，大哥的菜呀、已经是最低价了。不，你过日子你得精打细算，能省1块是1块，我告诉你啊。你可真会算。不是，大哥，哎，这是我要的菜。哟，这么多？我们人多呀。哎呀，人多好啊。我跟你说，你直接从我这儿买盒饭得了。来，明天收好。不用，我们自己啊有食堂。谢谢。你瞅瞅，你那食堂做那大锅饭能有我这盒饭好吃啊？我这盒饭量大味足。哎，是。范经理啊，忽悠啥呢？我俩已经商量好了啊，团购价。我没说。哎呀，兄弟，你这可把我给装里了。不是，你说人商场卖东西还有个打折优惠呢，他的菜价不往下降，怎么也得给咱个积分，送个礼品啥的。这买菜还能送积分？啊，对，你在我这买菜就送积分，积分的礼品是大小纸巾。大哥，我不要。我要，不要白不要。说吧、你都要点啥菜呀？100斤茄子，1卷手指，200斤辣椒，2卷手指，哎不是，300斤土豆，3卷手指，不是，50斤香菜，大包纸巾。我说你这也太抠了啊！萝卜、韭菜、油麦菜、黄瓜、冬瓜和丝瓜、土豆、萝卜、大头菜、茼蒿、蒜苗、西兰花，都给你。这不还有2包吗？你上那些菜呀，就够兑换这些礼品了。我说你这两口可真会过日子。我说小刘啊，到，你们单位不少人吧？这个，哦，不能说。是，明白。你是啥单位的还不让保密？你瞅瞅你两口子，人家在你这儿买个菜，你们还要政审呢。你懂个啥呀，媳妇儿啊？来，把咱这菜价牌翻过来。干啥呀？让你翻你就翻。那不成均价了吗？咱就按均价卖给他，那就赔了。听我的，范经理啊，啊，走，咱们俩上菜去。啊，行。小玲，哎，你看看菜价，算算钱。好嘞。你说，哎，我菜单。哎呀，坏了。那个，哎，不对呀，这个。对，怎么不？不是，这菜价不对呀。对，我看了，就是这个价啊。是。这不是今天他给我那价。这不写着呢吗？今日菜价。他家天天都写今日菜价。不是，那你看的是哪个价啊？比这贵1块呀、那这是他刚写上去的？不能啊。就是啊。哎呀，不是，我这你买的是这个价？没错呀。你看，对，这个价。我这是咋了？我这是这个价。哎呀，
你说我这年纪轻轻的，我这脑袋这是咋了呀？那个范经理啊，你昨晚没休息好，眼睛有点花，走上菜。走对，可能是啊。看我刚才大嫂，你这是干啥呀？你把它翻过来吧。停，坏了，漏了。啊！大嫂啊，哎，又淘气了，不是，挺会玩啊。你俩在这给我变魔术呢？那个，我明白了。我在你这儿买菜，你送我积分，我以为是咱俩感情深，没想到你是背后给我玩阴呢。这大哥送你积分，不也是为你好吗？是，托我，你就是托。我以前相信他的话，我就是傻子中的战斗机。我现在要是相信你，我就是傻子中的 VIP 呀、啊！我那啥那个，你说。你听我听你说，你听我解释啊！我不听，你解释啥啊？你这上下翻飞的，你在这跟我玩股票呢？这是？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你解释，我卖给他的是均价，均价那不更应该一样吗？均价就是卖给解放军的价，解放军？我不是，小玲。你刚一来我就看出来了，说话有礼貌，亲切又微笑，句句都说是喊你就达到。这方圆十里八村买这么多菜，不就是你们部队吗？哎呀，老蔡有两下子，人家穿着便装你都能看出来。穿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他骨子里这股兵味儿是浓。大哥，既然你都看出来了，那我就实话实说，我是我们团服务中心新来的助理，首长说。过去在您这买菜都是给我们市场上最低的价钱，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特意穿便装出来买菜，为的就是让你给我这当日的菜价。大哥，不能总让你们吃亏呀！看见没有，这就是解放军。我说，你还记得三年前那场大雪灾吗？记得。当时我推了一车盒饭，都冻成一车饭盒了。我记得那场大雪下了足足有一小天啊，我家十几个大棚全部给压塌了，刚出来的小苗眼看就要冻死了，那可是几十万的损失啊。就在咱们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啊，解放军来了，零下30多度啊，战士们拼命地帮我扒着手里的大棚架子，手脚全都冻僵了。我记得有位连长用肩膀扛着大棚的顶梁在雪里站了一小天，等把大棚修好了以后，他的脸冻紫了，身子冻僵了，嘴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党和政府帮我们建大棚，让我们发家致富，咱忘不了。解放军帮咱抗击冰雪，咱也忘不了。这是啥呀？这是解放军在咱老百姓心里的积分呐。大哥，大嫂，哎，老百姓的积分在我们子弟兵的心里更厚重。昨天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今天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更离不开你们的支援呢。你们的积分在我们心里永远都不能忘啊。那你说我按均价卖给你菜行不？太行了。不，大哥，就按这个价钱，也中，我也送你积分。哎呀，老蔡，咱这纸巾都送范经理，没有礼品了。咱可以送他500斤大葱啊。这主意好。这大葱吧，就好比那个胡椒粒，哎，既调味又解劲啊。对。好吧，摘菜。摘菜，摘菜。没给咱们送点什么吃的。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怎么没送吃的呢？主要是他那个大棚没法做。
哦。但是没关系，接下来这个啊，作品也是跟部队有关，他们之后就会送上美食了。来看看这段群口相声《士兵史话》，有请。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普通士兵，我是在中国军事历史博物馆向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军人的历史沿革，请大家帮我们做一个评委，看一看古往今来哪个时代的军队最优秀。我身后有四座蜡像，四个不同时期的军人形象，在他们那个年代都曾经创造过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哎，这谁带着狗进来了？各位，咱们博物馆有规定啊，严禁宠物入内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座蜡像。这个是清朝兵，他正在站岗。这个是元朝兵，他正在射箭。这个是秦朝兵，他正在杀敌。这个是原始部落的兵，他正在砸核桃。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清朝兵，又叫八旗兵。从装束上看，这蜡像怎么都潮了？这个这是汗呀，这是。哎，穿得多它热。哎，不是，这就我一人，谁说话呢？叛徒太多。各位，不是，你们怎么都活了？穿越。嗨，穿越干嘛？你们不能活。什么？你们不能活。明白了。不活了。各位，哎，这是跟谁？嚯，停！哎呦，不是，你们干嘛呢？这是自杀。自杀啊！不是，谁让你们自杀的？你不是不让我们活了吗？对呀、啊。嗨，我的意思是说呀，啊，不让你们动。哦，你不让我们动。对了，凭什么？什么叫凭什么呀？你们这么一动，我还怎么讲你们的故事呀？讲我们的事儿。对呀、啊，你能有我们懂我们自己的事儿吗？啊。你能懂得我们那些事儿吗、啊、我们的事儿你懂吗？是你懂事儿吧。哎，你才不懂事儿呢。这什么意思？这是他愤怒。对、啊、急了，愤怒就这样。哎，您也别着急，这么着啊，我不懂不要紧，你们自己可以讲一讲呀、啊、哎，那我先说。哎，必须的，我先说。哎，等什么？凭什么你先说啊？我最横啊，我手里头有家伙。哦，家伙呀，蹦，哎，短，我说呀，还是我先说吧。哦，您先说。纵观历史，古往今来，要说最优秀的军队、最好的士兵，那得说是我们。怎么呢？我们啊，我们清朝兵啊，那可以说是。军令如山，是威武强悍，不错。来如疾风，去似闪电，前场拿球，中场抢断，晴天打仗，雨天休战。是，怎么雨天不打了？啊、雨天不打了，为什么呀？你说呢？我们这几万根避雷针冲出去，让雷公会很为难的。有点道理啊，但是你们信号好啊。哎，对，别废话啊！想当年，萨尔虎大战是。我们数万铁骑迎战敌军的47万大军，您这是八，这不是七吗？手指头挺灵活的。他们47万大军啊，没有打过我们的数万铁骑，是也不知我们数万铁骑如何打过敌军47万大军，也不知47万大军为什么打不过我们数万铁骑，也不知行，我说，好，我这打了半天什么都不知道，哎。你就说啊、我们以少胜多是不是最优秀的军队？要这么说呀，你们还真是优秀。哎，完了，哼、哎、大。哎，过来。
不是，您这哼哒是什么意思？这哼哒就是说呀，啊，像你这种吹牛的人呢，不要跟我在一块儿待着，你呀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知道吗？好嘛，您这俩字包含这么多意思呢？嗨，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不就得了吗？蒙我呀？哎，你们哪儿优秀了？哪儿优秀？我听听。我们的铁骑纵横天下。嗯，就你们还纵横天下？怎么着？哎，啊，你说说，哪儿我们没去过？哪儿没去过啊？你们出过亚洲吗？啊？没有。完了吧？到过通州吗？啊？哎，通州我坐地铁去过一回。坐地铁？哎，行行，你呀，走吧走吧，你也就在通州那儿转悠了，知道吗？快快走，开趟末班车啊！他走了，哎，你听我说。嗯，好，您说。要说最优秀的啊，还得说是我们援兵。怎么呢？他们都不敢侵犯我们。是吗？他们要是敢动，嗯，我们就敢打。好，他们动一次，嗯，我们就打一次。是，动一次，打一次，动次打次，动次打次。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有心把你留下来。留下来，唱。有你们什么事儿？对，好嘛，感情这歌打元朝就有啊。对，人类已经不能阻止最炫民族风和我们了。嗨，所以说，啊，毫无疑问，我们才是最优秀的军队。哎，行行行行，要这么说呀，你们也很优秀。我们当然优秀了。不错，好。哎，又来一位。你很优秀啊？难道无视我们大秦的百万雄师吗？百万雄师，嘿。我们大秦的百万雄师，嗯，披荆斩棘，是歼灭东方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好，到现在，嗯，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军阵还有我们的风姿。太好了，哪天我一定要去西安看看。不要去西安了啊，看看我吧。怎么呢？我就是从那儿掏出来的。掏出来的？不是，刨出来的。哎，那也不怎么样。所以我们大秦的雄师非常的了不起。是吗？我们的战绩已经被谱写成了秦颂。秦颂？拿着。哦，还有我的事儿。哦，哎，等等等等等等等，您这什么编钟？别蒙我，这叫快板。我走。我们那会儿叫编钟。嗨，让那原始人给我打个节奏。哎，行，我对植物最有研究。嗯，还有原始人的事呢。来来吧，元彪，起音乐。当当啷当，里根儿里根儿啷，底啷底当。嘿，钟板那么一打，别的咱不夸，我夸一夸，我们大秦将士才是最棒的。是啊，我们南征北战，是啊，我们东挡西杀，啊，把东方六国打着报是团购给拿下。不错，轻功。大典，嗯，这个场面还挺大，是吧？我们的大哥秦始皇是对我们把话放，大哥不错不错啊，哥几个太棒了，是。今天犒赏三军，我的奖赏不能差。都什么呀？耳朵眼儿的炸糕，嗨，再上大麻花。不是，我说你们要觉得还不够，还有狗不理包子。不是，哎，这包子一出气儿，哎，不是，我直接用手抓，哎哎，我一口吃一个。我两口就吃仨，谁要跟我抢，哎，我就剁了他。我好，冷静冷静，这秦朝人都饿疯了都。行行行，要这么说呀，嗯，你们也很优秀。哎，啊，哎，不，哟，砸手了吧？别砸了，嗯，该你了。切，就剩你了。本来就该我说。您说吧。切。他们怎么跟我比？怎么了？我们才是最优秀的军人。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嗯，首先要注意他们的仪容和仪表。对，你看看他们的军装那个德行，嗯，滴了当啷的什么样子？你再看看我的军装，虎皮裙算时装。你看咱这豹纹虎皮裙带蕾丝边，谁跟你比时装？不是，那比的不是时装，那您比什么呀？比资历呀。资历，他们才多少年啊？我怎么着，光兵龄就6000多年了。那您保养的可够好的。是谁跟你比？咱再不比保养，那您比什么？比吃苦耐劳。吃苦耐劳。他们的代步工具是什么？嗯，马。对，我们的代步工具是什么？什么？脚。
脚。您别弄错了啊，您那不是代步工具，您那是自带工具。切，是我们开创了华夏的文明。对，知道吗？嗯，中国军事史典以我们为起点。说的太好了，我们生性好斗。嗯，我们与天斗。好，与地斗。是，与人斗，与兽斗。不是，你们还斗兽？呸，不斗兽，兽吃什么啊？不是，不斗兽我们吃什么？吓我一跳。哼，我们经常在周口店龙骨山的森林里头巡逻。好了，原来我看见了一头带着避雷针的大野猪。好眼力。此时此刻，嗯，我跟野猪心中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什么想法？我要吃饭。俩都饿着呢，这个。呸呸。哦啊阿斯蒂阿斯蒂阿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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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不说我优秀，怎么着？我剩下就跟你斗。哎、我要变野兽。哎呀呦！停！哎呦！有你们什么事儿？你优秀，你优秀。哎，哎要说你们四个里边啊，你最优秀。哎，这话没有。我们少来，我们大就说一个，说停！你乱不乱呀？来，都站好，都站好。我跟各位说啊。要说纵观历史古往今来最优秀的军队最好的士兵谁啊谁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哦这么着吧、啊、我先问各位一个问题好、啊、你们说啊嗯咱们军人神圣的职责是什么去杀敌杀敌杀敌砸野猪哎这都什么呀我们跟你们可不一样啊！我们的神圣职责是维护和平。士兵虽然为战争而存在，却永远期盼和平。我们珍惜和平，渴望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面对战争，我们选择应战。对应战的回答是：定要打赢。你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曾经纵马驰骋疆场。我们的军队承载着今天，更要铸就明天的辉煌。你看威武之师不乏有力华夏大地军歌嘹亮战机轰鸣直刺九霄舞动云海任我飞翔长空利剑纵横天际苍穹暗淡穷魂激荡入水蛟龙乘风破浪五湖四海是保驾护航车辚辚马萧萧军威壮锣鼓敲江山代有才人出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让你们说最优秀的军队最好的士兵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回动再见哎不是你们怎么都走了呀比不过不玩了哎哪呀哟不是你们回来哎你们走了我还怎么说呀哎你们都回来我们那个人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准备的食物也比较多。哎呦，对对对哎，我不知道二位老师刚才吃了这么多了，您还有肚子能吃下吗？必须的。我说这只要好吃，对，就能吃下去，是吗？嗯、你看我们这个刚才有一个清朝兵，对、嗯，我们准备的是这个满汉全席。嚯、哦，得了。有这个来着了，来着了。有这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反正没人鼓掌就怎么都。真棒，妥了。但是您说早了，那菜被我们给否了啊啊！对，清朝的那不来了。对，那清朝连菜带人都给否了。还有但是，对清朝的这个虽然是这个来不了了，啊，但是我们还有元朝的。哦，对元朝，对吧？元朝准备也好，元朝是那个牛肉干，好啊，风干牛肉啊，好吃吗？上。来了也好了，他那个烤全羊。不，咱们这节目录的时间太长了，他刚才饿了，他给吃了。啊，在后台吃了，那个
但是我们还有秦朝的，这不是秦朝在这儿。对对对，我给大秦朝也好，秦朝的，别着急，西安那么多小吃呢。西安对，而且我带的是、这个、羊肉泡馍，还加肉夹馍，行吗？哎呦，好啊，好吧，那行了，见着肉了。但是后台我也饿了，也吃了。您再看原始人那好，原始人那好、啊，原始人的是最好的。你那意思给我们生弄点生肉上来是吗？你想多了。烤肉，哎，想多了。烤肉，原始人肯定是这个无公害、纯绿色的蔬菜，杨树叶。杨树叶、后来觉得不太好，就没上。啊、但是、我带着东西上来了，就在这儿呢。哦，所以这个最后带的这道是由我们解放军推荐的一道菜，太好了！哎呦，太好了！部队食堂的大包子。不对，水饺不是，水饺也行啊。也不是，这个因为二位老师都是军人，对、朱迅老师您也知道，我们军人最常吃的就是在这个行军作战的时候常吃的东西，我给带来了。真的还是假的？来，压缩饼干啊！哦，压缩饼干。嗯，压缩饼干，但是、哎、我听说这个可不能多吃啊，这不能多吃，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吃过这个，对，这个胀的肚子，这个压缩饼干呢、啊、嗯，尤其是吃完以后不能马上喝水、哎、哦，真的，为什么？它是压缩的，压缩的胀啊，你喝完以后胖一下砰就起来了，是吗？就打开了，嗯，热量大，对，它的热量特别大，但是我觉得长时间吃几个月那么吃下来、啊、我的天哪、啊、对，这个其实还是应急用的。哎呀，选择军人就选择奉献啊，真是在各个方面无私奉献。这个甭管怎么说吧，二位老师吃着觉得怎么样？非常好吃。嗯啊，这个这么吃还挺香。朱迅老师，这个刚才说要交给谁来着？我懂了。啊啊啊！好，是怎么又来一信封啊？啊，对啊。你看我一半天收了好多信封了。嗯，好，明白了。好，明白了。您放心交给我，一会儿我跟您联系。好，我会把到位的事儿。那个二位老师办妥。行，那您接着吃，接着吃，千万别剩啊。真好，哎，我这儿已经收了好几个信封了。东西啊，信封都不是给我的，啊，这信封都是给你们的，给咱俩的，拿、啊、你俩，给咱俩的，呀，嗯，这是压缩饼干的费用，啊，什么意思？十块，这不是白吃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天下哪有白吃的饭？压缩饼干10块钱啊，煎饼果子十块啊。我这鸭那我再试一口。啊，芸豆卷20。芸豆卷没亏，我吃了3块。嗯。粘豆包10块。哎，好嘞。啊。我这儿没零钱啊，您就给现金就行。50。孙涛老师。50。江涛老师50。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嗯。就是一般。这个怎么还要付钱吗？这付钱你怎么不早说呢？哎、那你要说付钱的话，我们是可以不吃的，知道吗？我们就看，关键是没办法，我吃了人家的嘴短吧？那你小胖子还敢说我？你还喊我吃了？50。你看，我跟你说啊，不是那朱迅，我还就不怕你跟我提钱。嚯！我有一个朋友。他能，你要多少钱，他就给你弄多少钱。我的天！而且是现钞，你说个数，立马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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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来了。你得了吧！你看，滴滴，有请。你说我这么多道菜下来，50块钱多不多？多倒是不多，全是小吃，全是小吃，全是小吃。你弟弟，我没有带钱，50块钱，我没有带钱，关键是在这儿，全靠你，我也没带着钱来。你怎么会没带钱呢？哪位先借我10块钱？10块钱，我这有餐巾纸。哎，这10块钱的账单行吗？10块账单，咱这样，我看那个这账单倒挺像人民币的。他五十，加我的服务费50。50，100。你怎么还收服务费呢？就这定了，就变来，嗯，100块钱啊。好的。孙涛的今天的餐费50，加朱迅的服务费50。看，打开看。哇，1块钱！1块钱了，这够了吧？这不够，1块不够。就眼巴前儿。还差49呢，1块不够，还差149。我就这1块钱，没有钱了。变，往100元变，就这1块钱，变，
一块钱不够付账。我刚才都夸了你了，一块钱不行。还变？你丢不起这人吧？丢不起。想变呀，咱得用钱包变。哦。钱包能变大面额的。哦。来，给您换个钱包。好。纸钱包。哦。过去最传统的钱包。哦。红包。哎，红包。呵，这一张一张。纸钱包。好。一块钱放在里边。哦。行吧，叠上它。盖上，打开就变。哦，看啊，哦，来了。哦，够了吧，涛哥？十块不够，十块还不够，往上变。十块还不够，不够，还差一百四。哎，你们看见了吗？就在眼前，还不够，就在眼前。接着变五十，还十完了变一百，变一百了。这好嘞。他的饭费是五十，加上朱迅的服务费五十就是一百。行，甭管多少钱吧，变吧。打开。五十，哇，了，五十，这够了吧？不够，不够，还有朱迅的五十块钱服务费呢，还有五十服务费，对，我还有服务费呢。接着变，服务费，这次直接打开，变，眼砸了吧？眼砸了吧？坏了，露馅了吧？白纸，能变白纸？涛哥，我忘了跟您说了啊。我这个纸钱包最多变到五十的，你换个换那什么包能变成一百的呀？得用真钱包，拿真钱包啊！那真钱包，拿真钱包，这多好，空头支票，这不行不行不行，快！我那你给我对写真钱包，真钱包啊！啊，真钱包，真钱包真有，真带着呢。哦，真钱包，不是真钱包，是真皮钱包。哦，您看，还有我的名字呢。哦，好，哎。白纸放里头，嗯，要多少？一百的啊，一百，放这边，刷一下，刷一下，打开看，嘿，哎呦，这够了吧？漂亮！哎，十五，哎，别着急啊，等会儿，哎，弟弟，对对，这钱是我的，这钱是我自己的，你给我，你给我，你不就变出来就是我的了？变出来就是我的了，你知道吧？啊，不是这样啊，这是我的了吧？我也没吃着啊，您这是我的，你先别着急，我没吃着，您吃这一半，你这个就给你吃一半，拿着，拿着，拿着，吃了，拿着，这一千就够了。行，尝尝，尝尝，尝尝，翻过来那边我行，好嘞，好，来，嗯，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吧？对，就好吃，二十块钱的，好吃不好吃吧？好吃，吃这个就是一百，明白了吧？这好了，一百块钱，反正你吃了，朱俊，哎，怎么样？你看看，五十块钱我吃完。给你的另外五十块钱是你的服务费，你不是说他想要多少就能来多少？你想要变多少吧？反正怎么着也得哈，多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多少吧？反正不是一箱两箱的，您看着办。这能不能变出来？能不能变出来？您敢看我就敢变。好，变一个我们看看。别二百的啊，啊，一百块钱对折一次，对折两次，够了吧？这变起卡来了，银行卡。这点我都有了，要多少来多少。现在告诉您密码啊，密码是我爱满堂彩全拼。可以，我自己说都想乐。哎，这要是能这卡提现就更好了。提现，那咱是不是？对呀，方便呀。哎呦，迅姐一说必须的嘛。真的吗？必须的。哎呦，来，我带着移动取款机来的啊，真的吗？真的取款边上啊。哎呀。您看看，这就一啊，是咱移动取款机啊啊，把咱这银行卡放在里边，放好了啊，一箱宝贝啊，盖上点，盖上就来了啊，仔细看啊啊，盖上的啊啊，这来了啊，一二三，走，嘿，这要的，够了，够结账了吧，涛哥，够了，太够了。这就特别牛，牛，这就牛，这就算是孙涛你买单了，孙涛买单了，但是我只买我这一份啊，我没我的，一会儿我你的这一份啊，你的这一份，你还得考虑让他再变一箱子，没有，那他今天只管给孙涛买单，他刚才说只能给，这不管你，那您怎么办？那我就您同样啊，就是五十加我的服务费。那我也没带现金呢，我就用我的歌声换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好不好？就等这句了。哎呀！哎，那我们能够挑一首最爱听的好不好？好。愚公移山。好。
听起来是气温，讲起来是笑谈，任凭那边谈把几杯压弯，任凭那搅拌把木寂寞穿，面对着万物与太行，拼的是一身肝胆，想起来不是那体温，唱起来不是笑谈。双光头上贴外边，偷偷脚下一马不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都了却了心中情愿。这笔钱啊比什么都金贵，也是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天天满堂财，快乐滚滚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我爱满堂财，我就爱乐呵，请您吃饭。别逗吧，能逗大爷煎饼还能活。两位嘉宾口福不浅，吃的东西加州饼干，不仅南北小吃尽可多言，更有精彩节目助兴佐餐。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美味，为了付账二人各有高招。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我爱满堂彩。